骑上列车之旅，然后站你出来，嘿，对了，下面介绍，哇，然后来，来给你一点，麻烦了，在假日才有。Yeah.
家那红色的火车好漂亮，人家那火车走的真是。放音乐，你有吗？好棒哦，那真的好嘞，好漂亮哦。
本日はお天気ニュース、ちょうど潮が引いている時間帯でお湯の手続きの日でご覧いただきます。他本来要第一团，我就我们三月自己走一团。这个就是门上有看到的吗？我的十一团。对啊，哎呀，都这啦。这团是我自己开的团，本来没有这一团的。ご案内いたします。打ち寄せる波のように見えるこの不思議な形をした岩は鬼門岩と呼ばれています。比較的柔らかい泥の岩が長い時間をかけ波の力で海信、这个就是海信、海信就要来这个车厢。你看你你刚挂那个悬崖顶头呢，后梯就是看到这个，对对，哦，对不对？一板就是这个嘛，还有那个像龟山岛那个，哦，赞啊！那已经太可惜了，嗯，慢来了，没有。哦，一刚诶，风外头嘞，我有夕阳更漂亮。
肥沃城。沃肥城。沃肥，不是肥料的，不是肥料的意思。是沃肥。很肥沃。哦，说，四棵树中间有磁场。哦，哦，那个意思就是站在四棵树中间了。哦。哦，再来来，一二三四，是，对，四个中间，哦，这里磁场有感应，转一圈，哇塞，好吧，很幸福了。